台台球新，那是吼新，几啊亿几啊万，哎，物件就是安，一流，互伊出去。啊，这个阴阳就是吼，是动还是静？啊，动就是开，爱开，动是则分，分就是开吼。啊，静是则合，啊，就是合，爱合的。啊，即摆就是咧，干开甲合的两个动作。啊，即摆太极拳，咱头甲尾拢是即两个动作，开甲合。啊，开合，咱108的这个开合，精明啊。除了伊个改，伊个改变以外吼，那按照咱古早的这个是吼，迄个就是开合足清楚。啊，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。啊，迄个时阵开是哪就吸，啊合就是呼，啊一呼吸呼吸。啊，所以讲有些咱按照咱这个自动辅助，也是啊，这个1.8自动辅助，伊个呼吸哦。会好的，啊，起码儿气分阴阳，你这两种对儿气分阴阳，哎，妙的治疗，妙的治疗，啊，妙的是本来咱古个那是咱，那是但是，咱古个讲讲得道，先不是得道，是悟道，是悟的，悟的才对。我咧，你哎，我知道不知道安尼哦？啊，你已经知道啊，安尼就表示讲你已经悟的。按讲到了后，就是爱去吸收啊，迄就是一点不灵啊，一点不好，生生不息啊。安尼来哦，愈来愈愈个迄个愈棒，啊，迄个精神也愈强壮，即个就是好势。啊，即摆来，过落来就是连杆，以前即个好，哦，啊，即摆来就是连杆活络。啊，还要顾他肚子，要饿不死哦。啊，这个咱，一过去哦，动是则分，静是则分，了一过去无过无及。动的是啊，摸脚里，按摸脚里边那就是随机救生。就是吼，伊个随机救生就是吼，咱太极拳真重要。伊若看落去，太极拳师讲哦，随机救生讲伊若出去，伊若救去，咱就出；啊，伊若出，咱就救啊。不是安尼，即个随机救生就是要动的时候，就是爱困落去才去。哦，这去也是安尼。阿公，卖用这。这做下将吼，我爱这身躯安尼降落来吼，啊起在起，哦，啊你这吼，哦，我这皮降落来，这身躯降，啊起，哦，这是一般咱拢知影讲这个随机救生，都爱知影这个方法。你家庭啊，原来是这习惯，这个随机救生的方法，是安怎这随机救生？哦，伊个皮也袂起来。是爱一定爱爱避重点了解，就是先五体生态体了哦，懂？啊，咱太极包括这个经络内底有讲一个不动，哦，一个动啊静，啊，搁一个不动哦，哦，迄不动啊，真侪人误会，往往买无叮当，啊，迄个静就是干，啊，动就是起来。啊，迄个不动就是讲要动，伊是讲阿袂叮当的不动。不动的是啊，迄个就是要迄个无极，迄无极就是不动时，阿起码在动。所以讲，动伊是就是无极，啊无极伊也是不爱三心，伊不爱放散，再三心没有太极，而且要动，这就是。这个是少林拳，老鹰中山，用这个人帮助。好，来，即摆这伊个
本人当俄罗斯之所，俄圣人借之之名。我要注意，这一关开始讲个人啊，当啊，当我罗罗啦吼，啊，我个干，啊那把人啊，诶，我啊说你有一个病人，你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理解是，以前哦，以前咧讲咧人啊，这个人就是咧表示外呼吸啊，哦，干就是爱气性。气性就是刚，啊，我就是在讲修炼，你来得去，啊，我就是要起来，我就是上升，今次这个，咱这气要起来就是来加上，这个烟啊，要清的，我在罗，这个心为之动，为之动就是为之罗为动，这个动是哪里？就是。哦，叫我有动是这个问题吗？啊，不，这个。好，我来这段哈。是吧？这个动的是哪个是？呼吸吸进来要先停住，啊，这个进来叫做动，这个动是来呼吸。啊，是吧？进的是啊，外呼吸呼，阿气进来。代志也特别大，即个就是呼吸话。哦，即个呼吸话爱去重视哦。即不是安尼，即安简单讲一下，大家拢想啊，即较简单。但是即个才是困难。啊，会成功未成功是介在你只呼吸。哦，你的动静未动静拢是个呼吸。啊，有时啊，你经过两年后，我那未动静，你就是服务即个开始。为这个保健哦，一定来呼吸开始。啊，即马过来，太极则无极而生，阴阳出离，动之则昏，静之则活，无垢不极，随期就生。这个动就是爱随期，我再生再动。我即摆来第二段就是，第二段，这个是总纲，这是在讲总说的。啊，即摆上来咧摆咧第二段，这是重要的，所以才摆咧第二。人刚我罗五虚说，我顺人被五虚呢，啊动之。动其则其应，就是讲呐，动的时候对，啊，你动作啊，紧，你得紧，啊，动完就缓学对，对慢，哦，你呐，那个动作啊，慢，那就爱对慢，那个呼吸就爱对慢，啊，随变化万端，啊，而离为一贯，这个随变化万端，你讲那个，咱的意念哦，拢一样。变化真多，但是你要爱知影这个理就是讲，一心啦吼，心就是爱用一个一观，就是一个正念理解，用爱的观照。你有点明白明白，哦，你嘛是你嘛爱心来观照，啊，你嘛刷了一心的明白起来，